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讲到第23愿厌女转男愿，在讲这一愿当中啊。这个经文呢，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这经文当中得清净性，在162页啊。最后一句，什么是清净性呢？第一是决定没有怀疑；第二呢，是决定没有染污。那，师长老人家谈到这个没有染污啊，就延伸到。我们中国古来的教学了。其实，从修行来讲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修清净心。已经染污的了，要能把它呢，净化掉。的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了。那更不能呢，再染污自己了。像弟子规说的，彼说长，此说短了，不关己莫闲管。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非圣书，秉勿视。必聪明，坏心智。所以，我们要利益他人以前呢，我们要很好的顾念好自己。所以这一部经，德尊普贤里面提到。贤护等16正士这个贤护首先要能护好自己了，那我们也要问问自己了，因为师父领进门了，修行要靠个人了，你看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们修行是不能稀里糊涂的了。自己的心有没有更清净了？心净佛土净了。能不能往生呢？这个清净心很关键的。我们现在假如不能。很好的使用手机这心要越来越清净了，容易吗？我们科技设计出了很多东西，这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很可能我们创造它之后被他控制住了，这一点呢，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说，我们的老祖宗科技强不强？
很强哦，诸葛孔明先生就发明自动化运输了，他为什么把它毁掉？这古人看东西看得很远的，你看我们东方不发起这种科技快速进步，后来西方发动了。工业革命200多年了，哎，整个地球现在什么状况？啊，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啊，哎，今天为什么会搞到这个样子？当然，科技本身呢，是为人所用的。啊，人的德行，人的定力不够啊，那就被科技牵着鼻子走了。啊，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有没有被手机牵着鼻子走了？啊，大家一看，坐了高铁，啊，坐上公车啊，我看80%以上的人在做什么？啊，都是低着头。哎，大家有没有听过低着头看手机，禅定修成了？但目前还没听到一个了。那所有的修行不是修禅定吗？啊，看到这个现象啊，哇，以后颈椎病很多很多啊。啊，这个都是共业啊，共业中有别业啊。啊，我们能被不被手机控制啊？那得我们自己很有定力才行。哦，很有原则才行了。哦，而且我们自己不善用手机呀，下一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一代比我们更严重哦。我们有认识，哎，也是做企业的哦。他们在孩子面前呢，都不玩手机，啊，让孩子感觉到什么？那个手机是办事的时候才用的，啊，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是陪伴他们，啊，所以。潜移默化呢，孩子也不会去玩啊。我们家3个小孩啊，我是2个姐姐。哇，我母亲呢，几乎不化妆的。哦，当然啊，可能比较大的场合化一点淡妆。平常没有在化妆的，哎，我2个姐姐都不化妆，所以都50来岁的了，背个背包到大学里面去呀，可能人家还把他当学生看待啊，好，所以。这个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啊，尤其你善用这些科技啊，不被染污啊，不然这个染污的速度吓死人了。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没有染污啊，你看老人家胸怀天下，天下哪件事最重要啊？教育啊，好人。教出来，坏人教出来。哦，所以我们看，165页，第一段，
从前教育的方法非常之好，佛法还没有到啊，我们的祖先就是用传统的教学法，哦，佛法教学也是用这个方法，啊，这是真正的教育，啊，符合戒定慧三学。小学完成了就入大学，啊，跟佛门里参学的意识相同。啊，大学是着重于讲解、研究、讨论。哦，这个时候学生呢，智慧开了，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邪正、辨别善恶，可以参加研究讨论。他先有戒定的功夫了，他知道戒是规矩了。所以先求根本智，啊，这个讲解是求厚德智了，啊，先有戒定了，啊，才能开智慧。啊，哎，现在的教育啊，忽略这一点了，啊，小时候让他尽量玩，哦，然后也培养讲话。哎，口才要好啊！假如他邪正善恶都不会分辨，口才很好，会怎么样？那父母、老师都讲不过他了。哎，哦，那便强词夺理呀，甚至可以胡搅蛮缠了。所以不能把重点先排在才能上，应该先放在德行上、智慧上。哦，哎，现在强调创新能力。你不先有智慧，不先有德行，他很有创新能力会怎么样啊？哇，你看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吧？有没有创造力？哦，所以这个《资治通鉴》开篇就讲才德论了，德者才之帅也啊。你现在人能力那么好，但没有德行驾驭它，哇，那这个问题会很大了。哦，所以古人这些教学的理念，他都有考虑的。啊，我们自己也要分辨清楚啊，不然啊，别人一讲，你也很难跟他反驳啊。啊，当然我们也不想太去反驳别人了啊。你不被他影响都不容易啊。所以自己要建立很正确的认知啊，才不容易受影响。好，那传统这个是老师讲解讲完之后啊，学生提出意见，研究讨论，教学相长。啊，这是完全着重厚德智的圆满成就。先求根本智啊，清净心，再求厚德智啊。大家注意观察老和尚那个年代的人啊，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啊，那个照片呢都是很单纯我们现在十五六岁的孩子照起来怎么样？啊，
动作很多是吧？你看那个时候的孩子依照中规中矩的，哎，那个都是新的状态啊。好，哦，所以下面下一段说的智慧的教学呀，跟现代学校不一样，现代教育啊彻底失败，才导致社会啊动荡不安。我们过得这么辛苦啊，想想还是从前的教育方式好。我们自己从事教育啊，我好像很少遇到教育界的同道说，哎呀，现在教育越办越好，孩子越教越好了，啊，我从事教育好像还没听到这个，啊，我们这个时代是西方主导的理念的。啊，但是我们还得恒顺境界，你还不能跟他对立起来。啊，顺势而为我们看印光祖师谈到小孩教育了，老人家已经看到了，现在往后啊，走这个国民小学，啊，国民中学呢，这个可能扭转不过来了，啊，所以特别提醒。到学校去以前呢，这太上感应篇呢、英字文呢，这些都要让他懂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要扎实啊，当然能多修戒定多修几年呢，那个决定有一辈子的好处的啊，我们在因缘当中有一些孩子有用传统方式教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缘变化了，还是回到体制内这些孩子的学习能力都不输给体制内的孩子，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比较强，所以学习东西也快。好，那当然呢，我们能够他去学校以前呢，就能用传统的理念呢，教个3、5年呢，很好。去学校以后呢，能够把学校以外的时间呢，化整为零啊，继续用传统的理念来积累。哦，那这样的孩子还是大有作为哦。那传统的理念，大家不要一听到传统理念呢，哇，就是背多少经，他又出现执着点了，最怕的就是执着点出现了，人一执着了，就不是用真心了，所以逼孩子背经几天之内要背出来。那个孩子的个性很老实啊，母亲怎么说呢，他就怎么干。几天之后把要求的经背下来后来吐了几天呢，他那强记下来，压力太大了。古人不是用这种方法。
古人是读100遍，要背100遍，那200遍基本上就很熟了。它不是强记下来的。古人很重视啊，道法自然，很重视孩子学习的状态。会测他的根性，读几遍能背的，背下来，他可能就是，比方说念个几遍，能背50个字，那就是背50个字，能背100个字，背100个字，这个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不是一刀切的。因材施教的，父母老师是随时在体恤孩子的状态，孩子的心。父母老师的心是柔软的，不是控制，不是强势，不是要求的。我们应该对一个词语词句很熟悉的“洒扫应对进退”，这个词我们应该不陌生的，那“洒扫应对进退”就是生活教育了，哪有说只有读经呢？老和尚也强调，你忽略生活教育。洒扫应对进退，你只有让他读书啊，变成两种情况了，一种是书呆子的，一种是狂会的，因为他背得很多啊，不知不觉傲慢了，所以曾经有一些传统文化很热忱的弘扬者。跑去请教老和尚了。哎呀，我们这些学生背了很多经啊，怎么越来越傲慢呢？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去请教老和尚。因为他都没有在生活当中，在伦常当中去落实啊，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你看古人用这些词啊，成何人呢？成不了人才的。这些句子我们不能侥幸啊。好，所以他们所遇到的那是第二种情况啊，傲慢、狂妄。好，所以传统教学养正宜规训俗宜规，教女宜规教女不简单哦。这些部分赵小龙老师都有选一些重要的部分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一部书啊。老和尚说：“跟群书之要是平等的，这部书也不能忽略当然，我们听课有个好处啊，所谓讲论得之最速啊，这个分享的老师讲1个半小时啊。”他最少也要花10倍、20倍的时间准备啊！这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当然很认真去听啊，听了之后呢，解形相应啊，受用才会大。
现在把伦理道德啊完全舍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了，啊，这怎么得了啊？哦，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思议呀，这得学呀。啊，我记得刚出来推展传统文化。一个7岁的孩子上了课，想到做人原来要孝顺啊！你没教他，他不觉得要这么做再高的科技啊，也不会带来幸福，人心能安定了。才会有幸福感。心不安定，就会有很多烦恼了。哦，所以个人、家庭、社会啊，都没有幸福可言。啊，我们现在这个。当父母都说啊，孩子能平平安安就好了。啊，很多国家呢，现在都提出啊一些调查报告，啊，就是忧郁症的情况。哇，现在心不安呢。我呢，这个谈不上幸福了。哦，所以刚刚师长这里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哎，这个忧郁症的患者有蛮高的比例哦，不是绝对哦，但是蛮高的比例呀，都是。家庭啊，不是很安定啊，尤其呢，夫妻相处不和谐啊，影响孩子啊，那这些负面情绪他没有排解掉啊，放在心里啊，造成了这个忧郁症的因呢、啊。啊，可能随着他求学过程、课业压力呀，啊，或者遇到的人事这些，啊，慢慢就出现果相出来，啊，这个都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所以现在呈现的身心问题呀，都提醒我们现在人。我们的心太粗了，《了凡四训》说：“心粗而眼翳呀。一个人啊，比方说得癌症了，那要多久啊？假如我们身边的亲人心放在对方身上。会不会察觉他的健康在下滑？对呀，你看以前读书人，医学都要懂一点，他要照顾父母的，每天要晨则省，昏则定啊。晨则省，为什么？看一看呢，父母睡得怎么样啊？那睡不好几天，那身体铁定要出问题的，抵抗力就没有了。哦，哎，晚上照料好。哦，哎，会不会冷了啊？要不要加个被子啊？啊，关心备至啊。
哦，你看老老恒言，哦，里面教很多这些生活细节。哦，像现在，哎，承德人在马来西亚，啊，大家可能觉得，啊，那赤道地区了，哦，像现在北方哦，风雪很大，但是毕竟是北半球啊。现在12月有没有比之前月份凉呢？还是有的，睡到后半夜都脸都是有点冷，醒过来了，那会不会受寒？哇，所以那个老老恒言还讲，你睡的时候太热了。那你不用凉席不行了，你睡不着啊。可是你用了凉席呢，后半夜又冷了。哎呀，做人真辛苦啊！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啊。哎，啊，无四时寒暑与民之意啊。你看我们这个不止春夏秋冬了，连上半夜、下半夜都不一样了。哎。哇，你看他很细心啊。他说你在凉席上面铺薄薄的一层。哎，你看人呢，照顾自己、照顾父母啊，他都能考虑这么细呀。你说他干哪一个行业不会成功啊？哎，请问大家，照顾父母跟做事业是两件事吗？对呀。哎，请问洒扫应对进退跟物理化学是两件事吗？哎，你拉回来根本，根本是心，它分不开的。好。好，所以啊，刚刚跟大家提到这个忧郁症呢，是我们当前要面对的家庭的问题，甚至你在学校里面呢，都会遇到学生这样的情况。那原因在哪？啊，这个我们要清楚，怎么化解？啊，身心灵啊，多管齐下来化解我们的心啊，不能太粗了，要给予亲人呢，及时的身心的护理、护念。当然，说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说。我就先需要别人护念了，好，你想别人护念呢？假如没有，你不就又生一个烦恼而且什么都离不开因果，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你希望得到别人的爱敬啊，你首先去爱敬别人。啊，这个良性的因果循环就转起来了。哦，而且我试过很多遍了。哦，啊，这个我的先天呢，不是很好啊。啊，假如大家对星座跟血型，啊，有一点认识的话啊，听到我的星座跟血型了，可能不大敢跟我交往我的星座是双子座的，双啊，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又是双啊，2乘以2就是4了。
啊，所以能跟自己相处的不错啊，就是阿弥陀佛了。哎，我最大的福报啊，就是当了父母的孩子，这个家庭很稳定啊，家庭啊，没有让我产生什么痛苦、负面的情绪。啊，好像推开这个门啊，到家了，啊，这好像你身心的这个疲累啊，就好像进了这个家门就开始疗愈了，啊，我曾经看一个年轻人啊，差不多20岁，双子座 AB 型，又是女众。我说危险了，果然精神不稳定了。这样的人思维非常快。这个时候假如还没有人理解他，能跟他交心的话，他自己会想不出来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啊，60多岁了，啊，他前几天跟我聊啊，他说他的心呢，真正安下来了，他一辈子心不安呢，他找不到原因，最近找到了。他7岁的时候啊，被送回外公外婆家。9岁啊，他父母把他接回去。我们呢，心态出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没有去体会到孩子内心的感受。没有及时的跟他沟通，让他产生一个父母不要我了。所以，当他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呢，他跟父母有一种距离感。哎，他学习非常好，做什么事啊，很认真哦。可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要赢得他妈妈的认同，他就必须要一直表现得很好，然后就希望赢得他妈妈那一句肯定。他很怕他妈妈不要他。你看，这个7岁的孩子种下去的，这问题没解决。后来最近啊，他母亲都80多岁了啊，他很开心的跟母亲沟通啊，然后他妈妈说：“你都60多岁了啊，还要我讲我爱你啊？”哦，我当时听到这里啊，我说老和尚一直在强调。学传统文化两个目标：第一，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第二，啊，再把这个天性呢，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家族、对邻里乡党，再来凡事人皆需爱。凡是物皆需爱。哎，我自己有观察啊，因为不少团队的同仁啊，比方说考虑啊，让他做主管。可是你要做主管的人，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才能做好啊。
哎，不是说年龄大了，啊，资历深了就能做主管了。对呀，你要有那个特质啊。首先，你不能跟你团队的人交心，你要把主管做好，不容易吧？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都没有恢复，他容易跟人交心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问题的。哎，我感觉啊，跟父母不能恢复这种天性啊，他自己的身心都不是很放松。哎，他可能很善良，但他身心不放松，跟人家谈话很难交心，很难深入，因为他自己也会不安。哦，所以老和尚的话，对吧？高度的智慧啊，经历一些事啊，越觉得老人家这些话不简单啊。像之前老和尚常常说啊，我们做这些传统文化啊，或者弘扬佛法，这个都是佛菩萨的加持。祖宗的保佑啊，祖宗的安排。哎，后来经历一些事啊，哎呦，真是这样哦。啊，这个我也是这几天跟这个朋友谈话，蛮深的感触了。哇，他跟我讲话，那个音声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啊，以前就感觉。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喜悦啊，好像心上有事这样。哎，现在恢复父子有亲了啊！啊，听他讲话都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安定欢喜。啊，现在呀，人与人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厉害啊！啊，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那这个风气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大家注意哦，这是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全世界的风气，而西方文明当中的精华不是这样的。哇，你看西方也很多童话故事寓言哦，那也很有哲理的哦，是吧？国王的新衣是吧？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哎，你当到高位了啊。啊，那大家都是对你恭维，啊，那不知不觉都看不清楚事情了，啊，我们记得以前我好像读过这个富兰克林的书啊，富兰克林是辅助华盛顿。哎，他很多处事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教给他的孩子都是非常正确的。大家注意哦，说美国强盛了蛮长的时间了，跟现在的好莱坞有关吗？不是，都跟他开国的这些人留下来的思想有关呢。哎，我在英国待了几年。英国贵族啊，特别重视这些礼仪教育啊，
一看那个气质就跟一般百姓是不一样的，都很重教育的。啊，洒扫应对进退，这些都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东西方都要回归传统正确的教育才行。好，现在受功利影响太大了，人跟人厉害孟子那个时代只是说上下交争利啊。而国危矣呀！现在是上下交争利，而家危矣呀！夫妻之间争利了，父子兄弟之间争利了，交错了，所以老和尚讲经感叹说：“幼儿园就教他竞争。”所以，圣人弗逆，圣人的教诲啊，被丢在一边了，或者真正有道德的人呢，不出来了。弗逆就是不出来了。愚者擅权，思想观念严重错误的人做主了，天下之不祥。你看，幼儿园叫竞争呢，这是错误的理念呢。这个教学的理念呢，要以经典为标准。我们看《论语》里面说的“君子无所”。真没有叫真呢，叫让。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福报啊，根源是他的心呐。你真正了解了，就不会因为社会的风气呀，产生很多的担忧。哎呀，我的孩子这样善良啊，出去会不会被欺负啊？出去会不会没发展呢？哎，我们烦恼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理不明，理得心就会安。你心地善良，你感召来的是同样磁场的人群做朋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嘛。诸位同修你们的朋友，这个学佛跟之前跟后面朋友应该稍微有点变化吧？打牌的朋友没有了吧？逛街的朋友少一点了。好。当然自己减少逛街了，然后婆婆约你去逛街，你还要恒顺众生不要学了佛之后，家里的人都很难跟你互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8个字很重要啊。对，你在恒顺的过程呢，不对的，含容掩覆之包容他。对的呢，肯定好，但是啊，我们只要有落人家的成见了，你要称赞别人就很不容易。
哦，所以假如我们面对亲人称赞不出来，可能我们就落人家这不好，就礼敬不了了。哎，这个要关照到啊。好，我最近又遇到一个女孩，也是 AB 型双子座啊，我一看到有点担心啊，后来见到这个女孩，还好，我也是瞎操心的命后来听这个女孩谈到，很佩服她妈妈，那这个能佩服父母啊，这个是好事情。好，哦，所以啊，我们不能随波逐流了，还是要听孔子的话，君子无所争，而且福田心耕，让的人，心宽体盘呢，量大福大，好。我也曾经遇过朋友，因为他，我们算是小学呀、中学的同学嘛，他们也是都觉得怕我呢，出社会被人家骗了，我现在已经50多了还好，还活得还不错，哦，好。那当然，善良的孩子，我们当父母老师懂得引导，他也能经一事长一智啊，形成他的判断。毕竟啊，慈悲还要加智慧悲智双运来处理人生的这些境缘。慈悲会多祸害方便会出下来。但是呢，不管任何时候这个慈悲善良都不能变。坚持住这一份处事的存心。好，那叫厉害那这太可怕了。今天有力互相利用，明天无利可图就是冤家，就是敌对。那这是什么社会实在讲连畜生道都不如所以这个人道是消福报不懂得伦理道德在享福的过程，他觉得应该的，理所当然。所以现在有一些词语叫富二代、官二代，你不教他做人，他特别容易堕落。富就容易奢侈，贵就容易傲慢，瞧不起人。这个一不懂得做人每天都造业，光是嘴巴就不知道造多少业。几十年人生就过去了，造的这些业要到三恶道受报。所以得冷静想想人生最重要的因缘就是能学到正法叫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枉此生不明白道理只有造业的份你看，像年轻辈的，
啊，你不赶快教他，他一去读大学，那男女的风气，他能不造地狱业吗？能不堕胎吗？哦，所以现在政法的学习呀，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谓刻不容缓。哦，那师长这里说了，老虎、狮子吃饱了，小动物在他面前走啊，他理都不理会。他没得吃，才抓一个来吃呢。啊，我们人吃饱穿暖了，没事还要制造动乱，这怎么得了啊？哇，有些为了政治利益呢，啊，挑动种族之间的冲突，哇，这个。啊，我们闽南话称作妖修妖寿了，这折自己的寿命，因为影响的面太大了。所以连豺狼虎豹啊都不如，啊，这是真的。原因就是啊，心身备受染污。所以我们现在教育小孩啊，要从胎教开始了，越小越好啊。啊，把他的正知正见培养起来。啊，当然亡羊补牢啊，不管现在几岁啊。我要把政治正见培养起来，啊，像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我们要抵御一切诱惑啊，一提到啊，要得清净心呢，就想到老和尚。常常提到，他跟着李炳南老师学习啊。李老给他开了三个条件：老和尚接受了，3个月之后啊，心地清净了。后来找老师说：“我再加5年。”啊，诸位仁者，大家听完之后羡不羡慕啊？哎呀，心清净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哎呀，今年心地清净了。哎，清净是果啊，因是什么？因是守规矩的。好，而且我们要观察因缘啊。老和尚的根性啊，他守这3个条件，哎，心和清净。那我们比不上他老人家的根性呢，然后再不守会怎么样？看起来每天都在学佛啊，可是这个染污的速度啊，更快了。那清净心就遥遥无期了。好，我话就说到这里了。这个话不能再讲得太直接了。哎，从前教育啊，不让你染污，不准你胡思乱想。绝对远离一切邪知邪见，言论出版由国家管理。你要是说邪法，
违背伦理道德，你的言论是犯法的，国家会判刑的，最重的是死刑。写出的文字啊，也要国家审查，决定不能违背人伦道德，啊，不能有邪知邪见，染污一般人的心性。哦，所以国家政府有责任来监督，保护国民的身心清净。哎，现在来读这些话，感触更深了啊！你看现在有一些词叫"宅男"、"宅女"啊，哎，几乎很少出门，干什么？关在房间里面看网络、打电动玩具。哎，负责任的政府会不会批准那些杀人游戏啊？不可能常常接触这些磁场啊，那暴力之气都在提升了啊。哇，现在一些年轻人杀了人了，他在虚拟空间里面常杀人，都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啊、哦，我们修行人呢，顾念自己呀、啊，要敏锐。啊、哦，我们感受感受啊，哎，听老汉讲经，听20分钟，哎，自己身心是什么状态？今天去看了20分钟武侠片，看完之后身心是什么状态？一不一样？差很多吧。尤其你要晚上睡觉以前呢，你去看那个刺激性很大的啊，这些影片呢，你看打打杀杀的，容易睡觉吗？哎，这个。自己能感受到了，就不愿意再接触这些会危害自己的东西了。那些刺激性太大了。啊，所以老和尚说啊，我不喜欢民主啊，民主啊，实在是自由过分。啊，《论语》里面讲了。过犹不及呀、啊，管得太多了，过了，什么都不管，不急了。哎，谈到这个政治方面呢，啊，孙中山先生他强调啊，一党独大。哎，因为他反思啊，几千年皇权呢，啊，整个国家的权力呢，集中在皇帝这个家族手上。然后呢，他又在欧美很多时间呢。他又看到欧美的民主政治呢，已经出现种种问题了，啊，他才设计出来啊五权宪法，哎，这里面都是为了补东西本来这些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呀。那皇权因为只有一个家族啊，哎，
现在变什么？一个大，把全国的人才集中过来，叫一党独大。要很重视教育哦，你党员也要把它教好才行啊。哎，哦，所以老和尚强调啊，制度是其次，人的品质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看这些民主政治啊，现在变成两党。啊，但为反对而反对呀，这个都不妥当啊！啊，所以老和尚还指导他们：你们要叫兄弟党，不能叫反对党。哎，这些心态啊，都要调整那我们观察了新加坡的政治啊，算了，蛮安定的。哇，你看他们超过一半以上的老百姓啊，住的是什么？政府给的房子啊，很便宜卖给他们的。哎，这个在民主制度里面很少见这样的国家哦。哇，那现在很多民主国家，那年轻人一想到我要买一个房子，30年还是多少年？他那个胸口上就压个东西了。哎，你政府真正为老百姓着想啊，都有方法的。哎，新加坡政府负责任哦。你这个言论出版啊，这个他们是有监督的哦。啊，包含老和尚当时候到新加坡讲课啊。哎，人家都有相关人员来听哦，啊，哎，讲的没问题啊，才行哦，啊，你看一个国家需要啊思想的保护，一个家庭一样的，甚至于你现在是企业团体，需不需要啊？照样需要啊，啊，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们在广东发展，哇，当时候经济呈现二位数的时候，他们最严重的染污、赌博、吸毒、色情，泛滥成灾啊！你说这个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没有政治正见？那不是带着员工沉沦下去了？好，那下一段呢？现在邪知邪见到处都是，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这不得了啊！今天我们头脑里呀、啊，阿赖耶识八识田中啊。染污的毒素不知道有多少种，真的是洗都洗不掉，清净。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呢，有忏悔业障啊，提到了我们过去生造的恶业，若有体相者，就是有体积的话，虚空法界也不能容受啊。哎，虚空法界装不下，这多的没办法计算了。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偶然的时候，哎，自己起一个念头，自己都吓了一跳。哎呀，我怎么起这种念头啊？这很不应该起呀。哎，他自己起来了，或者做梦，哎，梦到一些情境，啊，哎，自己醒来之后都很懊恼啊，哎，可是他就冒出来了，哎，这都跟我们呢
八四田有关呢？哇，既然知道啊，那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恶业种子，那我们现在不能再装进去了，现在都要装阿弥陀佛啊！啊，这么几年啊，十几年、二十几年都装阿弥陀佛啊！就好像。哎，那个，比方说伸手去抽奖是吧？先抽一个球，这个桶是很大的，但是前面铺的都是阿弥陀佛，一拉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比较十拿九稳的，所以这不能再装轮回业了。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呢，刹那即结业之所不能跟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乱开玩笑了要稳扎稳打不能掉以轻心了。好，所以这个。八识田中啊，这些业习种子啊，这是一切罪孽、一切动乱、一切苦报的根源。人生真正的幸福啊，是身心清净。对于诸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我们要学。因为他们的心清净，言清净，思想清净，见解清净，文章也清净。就像我们读这个印光大师文钞，比方读《精华录》，哇，那你每读一篇呢？就觉得好像祖师在加持你一样，祖师在安你的心呢。我记得第一次把这个《精华录》看完了，好多疑惑都破除掉了。所以祖师这些语录啊，真的都是。灌顶的甘露所以不要让时间空过多听经读经多看祖师语录我们读他们的书，净化自己的心理，净化身心。对圣教不怀疑，绝对不夹杂其他的之见，那老和尚说了，我要求诸位学一本经，才真正能达到清净。我们思想见解上的染污啊。逐渐逐渐的把它洗掉。佛经啊也是如此。你要学十部八部啊，就不清净，因为佛的经典呢是对各种不同的人说的，都不一样。我们只能在一切经里。选一两种，一门深入，这样才对。我们感受一下，以承德自己来讲呢，比方我同时学，
3步4步啊！哎，我好像感觉你很难深入哎，你看到这一步来了好像另一步又慢慢又忘了看到那一步好像顾此就失彼了，深入不了这是我的根性了啊。老和尚这些话，哎，我自己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哎，确实是这样。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观察，我们处理人事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起你深入的那一部经的教诲？你今天学了很多步，你真正处理事的提不起来啊，那就是不够深入嘛。深入了，己行相应了，那很容易他就提起来你看我们每一天受持无量寿经，对这些经文。熏习的熟悉你遇到人事境缘当我们听到人家在谈论人我是非了你马上。提起来，善护口业，不给予他故。你在人群当中想到了善护身业，不失律仪。还是要有威仪的。这一句用在哪？用在你家庭当中也是这样。你当父母能够乱开玩笑吗？那孩子怎么尊重你啊？我的印象当中呢，父亲没有给我开过玩笑，然后父亲他呢就很有威严，我遇到一个当父亲的人，孩子都不怕我，叫都叫不动，叫他们写作业都不听我的，仔细一观察，他平常讲话就。随便，那孩子听习惯了的，他是当然不尊重你嘛。有果必有因所以老和尚常常引老祖宗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很有道理用在哪？用在家庭的相处上。孩子不听我的，我的问题出在哪？另一半不认同我，我的问题出在哪？都能反观呢。你真正一直一门深入无量寿经了，你在一切境缘这些句子很自然就提起来了。你每天。学好几步，忙来忙去的，那遇到境界用不上，所以这个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我们得对自己学习的状况清楚，怎样我学习比较能得力？老和尚讲这些教诲，那都是在一生修学的领悟，甚至于是他观察众生的根性，得出来的宝贵心得啊。所以选一两种，一门深入，这样才对。经典的目的呀。
就是恢复我们的清净心。啊，心地清净，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就通达。清净心生智慧呀。为什么会通达？因为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呢。恢复清净心了，哎，你恢复自性的本能了，那就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才艺、无量的德能。好，佛法没有别的，恢复自己本能而已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呢。你都没有人我是非，啊，很清净，不打闲岔。哎，刚好遇到亲戚朋友跟你讨论佛法，哎，你跟他探讨得很自如啊，啊，好像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哎，人家问什么，哎，你都能答。哎，这是你心地比较清净的状态啊！刚好最近院证会了啊，跟哪个人闹不愉快了啊？啊，结果亲戚朋友找你聊佛法啊，没啥灵感啊，人家一问，哎，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哎，这都是你哎，为什么状态差那么多？哇，清净心很重要啊，心里有几分清净啊，那个受用就很不一样啊。好，那本能从哪里恢复起啊？从清净心恢复起，一切唯心造，心是主，先要恢复它。尤其是恢复清净心啊，一切行门呢，以静心为要。啊，禅修行呢，第一个目标就是恢复清净。啊，这部经的经题好啊！啊，我们所求的无量寿命是无量的一种。啊，经题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无量的智慧、才艺、德能、福报、财富，样样都无量。啊，一切无量之中啊，寿命第一啊。啊，如果没有寿命，那些无量谁享受啊？还不是落空？所以一切无量里啊，寿命是最重要的。有无量寿，才能享受一切的无量。啊，这是我们所求的。啊，我们往生就是无量寿了啊。庄严呢，是美好到极处，啊，没有丝毫缺陷。那这么殊胜的。极乐世界从哪里求呢？啊，心做心事的啊，思要往我们的内心了啊，所以清净里求，平等里求，觉里求，
啊，从清净平等觉里求。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本心，啊，真心本性啊。你的心性原来是清净的，原来是平等的，原来是觉而不迷的。本觉本有啊，一定可以恢复。况且现在有最快恢复的方法，就是念佛，持名念佛啊，啊，十本不离，直趋觉悟。佛这样教导我们呢，这才是清净性。所以一门深入啊，才能得清净性。啊，我们真正深入了，啊，随时在境界当中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都有相应《无量寿经》的经文来指导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哎，慢慢烦恼就会轻了啊，慢慢呢就比较能做得了主了啊，理智做主了，不是烦恼做主了，不是感情用事那善导大师说过了，有阿弥陀佛本愿力故。本愿力啊，就是此地经文上所讲的，啊，是弥陀的本愿力。哦，所以女人称佛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定化为男子。好，这个男生变成女生呢，在六道轮回里啊，很容易。这个女生再想转变成男生呢，就不容易了。我们在庐江啊，有一个女同事当时她20多岁吧，当然我也30多岁而已了，一晃现在50多了啊，太快了。他说他做梦，他说梦到呢，我是老和尚，他是小和尚，他长得挺庄严的长得又很高，他给我讲这个梦啊，我说哎呀，我真是对不起你，你前世这个。出家人啊，就哦，是个出家男众这个我没把你带好，所以老和尚这边说，男生变为女生呢，在六道轮回里面是很容易的那女生再想转变。成男生了就不容易了，哎，这一点提醒我们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啊！这个情执不能减轻的话，会越堕越下去啊！所以理智提起来，这一生一定要出轮回了啊！黄金臂昼夜长垂了，白玉豪古今不昧啊，全凭愿者承担，愿意去了，他老人家的本愿力就把我们的业都托起来了，我们可以带业往生了。好，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的时候啊，就转变成男人。啊，弥陀啊，接引，受菩萨身，啊，随佛往生。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天气比较冷啊，大家保重身体啊。啊，我也算挺保重的啊，但是还是出了点情况停了几节课啊，向大家致歉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阿弥陀佛。